因为我逛完了，我走出来了。噔噔噔噔，所以你们是跑去馒头山了吗？那有一个尸体耶，我怎么看到一个尸体？有尸体就捡啊，捡吧，捡吧。在下面。哎，到底从哪来的？好多、哦。啊。有怪吗？对啊，僵尸啊。有太多了吧？哦，如果是僵尸的话，也有可能是他在绕兄弟啊。对啊，有可能是模组的关系啊。会聚怪。怪。行，我要去攻略一下，我受不了了，我要去最底层看看。在哪里啊？不来攻略啊，带上我啊！哎、欸，攻略完了，抱歉，是空的，假的。搞什么啊？到处都是黄金哎、欸，这太夸张了，太多了啊！走上来了，还有一条路吗？里面还有稿吗？哎、欸，不用，其实我还有一条路，这边还有一条路，下面还有一条路哎、欸。下面哦，知道吗？有果实。快快快快！你在哪里？哦，我跟木星下去好了。我看到你们了，哎、欸，这不是你们哎、欸，哎、欸，你们到底在哪里啊？这里啊，我在看到馒头山的上半部。哎、欸，我看到这里哦，上来上来，这上面有一条路哦。对，过来过来。哎、欸，其实这个山你们已经攻略差不多了。对啊，我这样看起来已经差不多清完了。啊、没有，还有一个地方，还有地方没攻略到，里面满满的都是。哎、欸，下面。对哦。我听到声音了、欸啊啊。不是这里，不是这里，我走错了。不是这里。你是想冒险受到了侮辱？这里啊，这里啊。先攻略完再打的意思吗？不是，我们都是。哎，不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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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我看到。不是，我们都是冲进去冲啊，然后擦火把，擦完以后就出来，然后下次再进去打。这里好像碰过了、欸，就我一直听到那个声音。有有有，来来来，有矿，我已经没火把了。你的声音，你没火把了吗？啊、对，哎、欸，我可以自己做，没关系，可以做八个。八个也太少了吧？八只锤，哎、欸，八只锤，我这边有超多啊、欸这里不要去一下、啊，这里好啊好啊好啊。你等我做个火把好不好？好。那你要先 cover 我。好，没问题，我这边站岗。慢慢挖、啊，我在上面挖矿啊。好好好，没问题、啊。但这里这边有两条路，你选一个吧。哎哎哎哎，那里有一个，来来来，我要选头，给我你的头。给我你的头、欸。哦，那是恐龙哦，帽子、啊。对啊，超可爱的。酷斯拉帽。就走这咯。又两条路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、啊啊哎、欸，想干嘛、啊？哎、欸，把上面点亮好了。怕有怪掉下来。对。这里走到，哦，走这里是我们之前狂死的地方哎、欸。我真的吗？连通了，结果下个是现在才出现。我要来了吗？哎、欸，这里也有煤矿，好多哦。不是前面有一个，前面有个东西，我先把它抢住了。抱歉抱歉。噔噔噔，来呢？啊，他们两个人已经在攻略一个馒头山了。对，好、啊，没关系，继续攻略。馒头哦。的，那我们要发现我们多了一组沙拉、欸，哎、欸、不对，这是 Golden Soup。那下课是做给你们吃的、啊。对，那上一次我做的。欸是可以补两个呢，你知道这种世代能补两个？为什么我没有？啊，因为都被我拿走了。下线了 ，Pansy。可以，我可以丢一半给你。为什么我没有 ？Q Q 到下线了。啊，下课是刚刚是不是在睡觉？对，我原本想说早啊。对，是睡睡着，我是因为你知道为什么我会醒来吗？闹钟压在你下面。不是。因为我在梦中想说四点了，我要录影了。梦中，梦中想到这件事情，你说啊，快要四点了，我要起来录影了。Go, you lead the way。不错啊，你的梦还会提醒你。哎、
欸，这也有那个。这表示，这表示我把它放在心上，好不好？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OK 啦。刚刚那个哥布林洞，看起来你们都已经攻略差不多了。这边泥土挖掉会有东西。来挖不？晚餐。我们是应该要先录啊。就我们快攻略完了，快用完了，没关系、啊，录啊录啊，你就接。怎么飘？谁被打？谁被打？对，我已经到某一个人被打、哦。上面有一只哥布林精英啊！啊、欸哦，真假的？我把它干掉了。啊，只是它会凋零，还蛮痛的。来试录一下，我、啊哦、应该就是刚刚纸片那一只吧？是哦，它卡在那个沙粒上面。呵呵呵，试录看看，恭维恭维，皆さん恭维。Hello， 米菲刚刚在玩 Overwatch 哦，可以玩慈悲哦，慈悲角哦，要小恶魔慈悲吗？看路啊，这有三只 Creeper 来喽。啊、欸，你要保护我哦，我先看一下。Well feed。Cover me 这样子。Cover you。还有好多矿啊，这挖一挖应该可以资源大要。用好几个月了，没有。哎呀，不然的东西应该都做好了。矿山。哎，所以你们刚刚有发现任何宝箱之类的东西吗？没有，没有。还有个地方是哥布林的巢穴，那个地方我们攻不进去。应该是我攻不进去。我发现一个你们还没逛过的地方。假的，留一点怪给我们打、啊。哦，我不敢下去，下面有怪啊。我看一下啊、哦，还好一个枯弓而已。有头吗 ？OK。开路啦。那米菲开路啦。那下课时还没有上来呀、啊？啊，那我下课时还没上来。啊，没关系，等下下次上来就可以继续录喽。哦，吓我一跳。这里是啊，另外一个那个哎、欸欸，可是我们下面还没看看完哎、欸，先下来。对啊，我们下去吧。你们要过来我，资源耗竭，我现在没有稿子了。哦、是吗？啊，你要有，我身上有一个工具箱，让你做。我也做一下、喔。在外面、喔、不然我也没有稿子。哎呦，你居然在这里、啊！我也没有杆杆啊，杆杆，我这边有啊，交给你了，关了你。好啦，回来回来。下课是初三 ，Part Two。Part Two。哦，你在最下面啊？就你们三个都在那边玩了、啊。对，给你帮我做一下。在馒头山啊？哎、欸，哇！悟星从奇怪的地方出现了，还丢了一坨煤炭给我。奇怪的地方。还有你的铁镐啊？哦，谢了。所以，突然出现一个铁镐，你们是在我们那个据点？对，在大概西北方、东北方、西南。哎、欸，这是西北西南。应该是西南西，西南南南南西的方向，南南西，南西南，左下角。哦，有有有，我看到一个，我看到一个很馒头的地方，馒头山，上写着“馒头”两个字的地方。嗯，好啦，这个冒险的就交给你们了。是哦。呀，可是我有偷偷做一个矿物双倍化机器哦，快拿！矿物双倍化什么？有什么东西可以矿物双倍化？在那个垃圾桶旁边那台机器，是我们这模组包唯一一个可以双倍化的东西。那边是不是探勘完啊？所以我们要往独眼迷路的方向。探勘完了吗？我刚刚有发现一个还，你就出来吧。哦，有怪出来了，叫他。哎呀！往这边的，哦，来的有点多哎，前面的给你们打了，僵尸过来，哎、欸，又来了，又来了，哪里？他家下面，
下面没怪啊，下面那边一堆哦，一堆，就朝那边走过去吧。后面是有怪掉下来。OK。哎，那个脸好可爱，给我你的脸。给你打，给你打。哦，小心啊！不要死！不要死！好。先注意自身安危啊！嘿。早知道不要留给你啊，自己用掉了。哎，为什么产生两个尸体啊？真的哎，为什么？哎，这干嘛？干嘛偷偷在我旁边啊？我需要休息一下。还有个骷髅头，你们有弓箭吗？还是没有？没有哎。是哎，有我有弓箭，我有弓也有箭，可以射死一下。哟，前面有一只精英哦。假的，僵尸精英的样子。哦，那个方向。哦，这个基因会把人往上移。哎、欸，原来以前就是你害我死的、啊，可是后面有一个可是有很聪明的那个。干掉他 ！Yes， 我来了，我来了，我来了。OK， 赶快撤。给我，接头。有一只 Enderman。Enderman， 我就不想跟他聊天。小心有骷髅。所以我们现在有基础的铁装了吗？铁应该够做个盔甲之类的吧？应该够，应该全还是这么少，还是这么少？因为都在我们身上，跟米菲的尸体上，还在挖矿中。等我过去。哎、欸，尸体我不动哦，等一下自己捡回来不？好，不好去外面接你啊？我在寻找你们，那就跟个迷途羔羊一样。啊，哦，这边没有东西。哎、欸，原来不止这里有那个啦，原来这边有一个洞窟哎。然后来没有洞窟哎、欸，右边那边也有一个。哦，我在这，看到吗？从这里下去会不会摔死？你跳水啊？对哦，有水。又学到了一课。又学到了一课。哎、欸，我走错路了。Yes。里面没有东西哦，居然。好像没了。我想，我刚刚看到那个是不是这个？不然我反正一定还有一个是空的，绝对还有一个是空的。没有办法产我的尸。蝙蝠。对、哦，没有东西。吓我一大跳。啊！我帮你把它那个铲掉了。多么阿里嘎多。不然我爬上去好了，因为我刚刚在馒头山的上半部好像还有发现。所以你要跟我过来这吗？好啊，好啊。一定还有个地方没挖到，一定还有个地方。嘻嘻，哥布林的声音。看他玩了吗？对，消失的哥布林，布林的家呢？咦，这个，这了。怪物在哪里啊？这里。找到了吗？哦，我先自己一个攻略看看，这个还好吧？哥布林的家吗？你要自己攻略。只是一个小洞吧。看一下哦，哎、欸，我看到哥布林了，可是数量有点少。哎、欸，我们家的柚子怎么剩这么少？只剩一颗。柚子不是不能吃吗？我拿去做电池啦，没有啦，在旁边有种一棵柚子树。可以多做几颗啊。到底就没了。哥布林，过来，快点过来啊！你怎么不过来？在哪边看到的、啊？我也上去看一下。就是不过去。啊，我是从馒头上的矿点往下看的。奇怪，他一直不过来呢。我先爬到最上面看一下。我把一些奇怪的东西。我发现我身上，我上一集啊，几乎没什么。为什么在那边打怪？为什么、啊、身上奇奇怪怪的东西这么多？哎、欸，尸体乱捡，杂七杂八的，乱捡，真的是捡尸哎！觉得就是多挖点铁，然后早点做铁箱吧。哎呦，哇！哎、欸，到底在哪里啊？奇怪，你们要不要来我这边啊？因为其实我一直有看到一些小怪。真假的？那就去中心那边吧。那个，你们从馒头山的矿山点。那个什么，这边啊，哎，妈的，我会迷路。
好，这里。哎、欸，我听到好邪恶的笑声哦、喔！这里一定是哥布林的声音，还有悟星的声音。这里有，我听到悟星的声音了。哦，这里哦，太远了吧？然后这个后面，等一下，我干嘛手残去打他？我搞，你给我打他！跟后面是不是？哦。后面不小，还有没有？差一个，呜呜呜！吓我一跳！感觉是哎、欸，感觉是，而且我是被砍了、啊。对，被别人打一下，心跟身体都好痛。因为我想说，奇怪，为什么身心灵都受伤了？干嘛干嘛干嘛？啊！去上面看一下，我刚听到 Enderman 很难过的声音。安德在不爽。觉得不是这个，我刚遇到的不是这个，不太一样。刚才空间更大一点，对啊，而且挖一挖就挖通了。哎、欸，下面好多、哦，你看下面。对啊，有可能是相隔的。凶、的，有水流往下冲啊！哎、欸，真的哎，所以这里只是他们被冲刷下来的地方而已。上去看看。哎呀，这好痛，好痛！这里是不是另外一个？另外一个洞窟啊！我把水流先堵起来哦，堵起来比较方便。其实下面就是水池嘛。啊！哎、欸，好多怪哦、喔啊！这里是另外一个悬崖哎。哎呦，又出来了！对啊，刚刚有第二个悬崖在另外一边，我刚刚回来的时候有看到。这里难怪都找不到。啊！紧张，紧张，刺激，刺激。刚刚遇到的在哪？哎、欸，有尸体呢，这是你们的尸体吗？有可能是我的，有可能是我的。哎、欸，让我解决你。啊、对不起。哎、欸，这里好多蘑菇汤哦，这一定不是我的。后面还有一只哦，你们小心。嗯，但是米菲上不是没有蘑菇汤吗？哦，你分一半给他了。以前的我，不然真的你啊，你摔下悬崖死掉了。哎、欸，那是金银怪吗？不对，那不是。啊，对啊，以前的我哎。捡了你哎、欸！那我到底丢了什么东西？哎、欸，好多东西哦、喔，好多蘑菇汤。那区有哥布林。欸、你要不要拿一拿蘑菇汤喝一喝啊？因为我不需要。这个水要怎么？先不用，我先去解决要往你们前进的僵尸。这是精怪吗？看他有没有血条啊？好像是啊。啊！好像是哎、欸。刚讲完就死了。好像是努力的砍他最后一下，他血很少，好像靠他一下死，然后就死了。哪里在哪里？悟星那里吗？是是是。哦，好多蘑菇汤，不拿一拿。卡住。因为我没有空间拿了，所以我没有拿。嗯，我有点懒得拿。现拿现喝不？就不要拿吧。留着水池，不要堵住啊！让我跳下去。天哪，怎么可以这么浪费？啊，反正当初的尸体吗？想当初我们的食物这么得来的这么辛苦，这么辛苦，第二次开发马上就开始浪费了，对对，开始浪费了，真的，就是人类啊，对，我们这些人啊，白目啊，这就是人类，而且我身上怎么多了一个锋利二的斧头啊？基因怪掉给你的吧？给我的、哦，可是我被他杀死啊，怎么会在我尸体上找到？哦，你有杀到他吗？没有啊，哎、欸，你有帮我处理掉吗？这里也有多金属矿哦。哦，不，看到都可以挖，还是你们挖不动？挖不动。哦，有铁镐就可以挖了。要做铁镐。啊，时时念念的是我之前找到的他们的矿在哪里？这里也有哎，好多哦。我来挖掉好了。挖一挖。你刚说在哪里啊？多金属矿，那多金属矿是那个舰队的矿哦、啊 oh, 真的吗？对，多金属结合、欸，哎，有多结合呢？剑 collect 这也有一个哦，哎、欸，两颗哦哦喂，哦喂，嗯，我继续来搞配种好了，因为时我们才能吃，我们才能吃更多。饱食度的啊，最好来个豆腐全餐啊！
这边，但那个豆腐全超强大，不是吗？这里，这里上面还有一条路，还一条路。等一下，我昨天刚好找到有个洞窟，我想看它一下下。好像是连在一起的。哎、欸，我去找。我遇到金怪了，在上面，你飞。好，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它透明哦，它透明哦。哦，就是那个吗？哎哎哎，着火了，着火了！我想遇到我的仇人，我想遇到我的仇人了。水，不是我在死啊！你要烧！哎、欸，他下来，他下来，米菲他下来了，没小心，就那个有药水的那个、啊。哇！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知道，我看他一开始你直接绕过他、欸，哎可能他直接绕过我，你知道吗？仇恨在我身上吧。他可能看我泡水吧。啊！不杀了我也没有。你们后来逃掉之后，我就被卡住了，被他卡在墙缝里面。对，那个要挖，就是你附近的那个石头最好挖掉，不然你要逃的时候就来不及跳。哇！来了，我来了，铁砖全套的尸体。来捡我的尸体了。有人没有鞋子吗？米菲没有鞋子、欸。来，这个锁链鞋子你们拿去穿吧。做一颗头而已。给米菲吧。那其实里面也真敢呢、欸，什么都，我装备都没有只装了，裸装，好歹我有做了一套铁装了、啊。哦，我东西太多了，清不起来。等一下，我把垃圾丢了。对啊。哎呦，好啦，我要回家啦。我带了32个铁矿。我把东西丢给你，在哪里？欸、你已经出去了吗？导悟星吗？哦，他已经哇，最速离开了。那已经。先回家。这样抛弃我们。你那边有铁吗？我丢给你好不好？我铁太多了。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你丢给我。靠靠靠！迅速撤离。枪组了啊，这样才不会像某人一样一直死掉。那个，这个也给你。不要先去上面的洞窟。怎么飞的是吧？哈哈哈哈。哎，来做一点桌，桌耳放石头跟泥土啊。准备好了吗？走吧，好了，走吧。这边有个洞洞，就是可以把那个哦，好啊，把这个先拿出来。啊、这个可以先放石头啊。有一只。好哦，不过我发现木头不够啊。对、欸，可能要先加木头在我这边。上面有一条路。我再做一个桌儿，然后摆木头。真的、欸？摆石头是这样吗？把那个木棒往、欸、后面一堆怪，就多做一点吧。我看到了，他直接在我后面，好贱哦！干脆做斧头去砍树。想说露个头。铂金根，这是什么东西？哎、铁，哎呦，铁在这边。铂根金，铂根金，哎，铂根箱子吗？还是什么？是可以砍的。铂根，你看看看啊，有砍掉。就掉出了活根金，活根金哦，那个好像就是可以做目光的其中一个套装用的。哦，对啊，我记得那个、哦。对，它是一个材料之一嘛。哇、哦，我听到那个爆炸声，这人是战术用。哎、欸，这边好像我好像找到了。哦，石瓦，往你刚上面的地方走。我随后跟上。好。采一些东西。我先想办法砍掉这目光的巨树，好了。铁挖一挖，哎、欸，我不知道挖到一个洞了。挖到一个洞，对，非常好，应该就是这里。正上方，应该就是这里了，决战之地，随时会掉怪下来啊。是吗？像现在，哎、好痛哦！哎、他死掉会有那个哦吼的声音，哦吼，哦吼，痛哦，好笑，好笑吧？哎、我觉得泥土墙有炸、啊。泥土墙、哦、必定有炸进了啦！哎、欸、呦，是啊、哦，我想说麦克这么心机吗？心机鬼，哼！我的铁剑很痛哦。对。哎、天哦，还有附魔的。我的还好不是。奇怪，为什么我一直在被偷血？哎、欸，没也没有，我砍一下而已哦。有一条路。等一下，那条路应该是我们挖的。啊、我叫我的狗，黑黑的，什么都看不到哎、欸。哎、欸，金怪靠腰啊！不，不要，不要，不要这么说来！要死！不要！哦，杀掉了，杀掉了！我先，我还以为你会死回来，真是。
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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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太失望了。And peace， 送我一个盔甲，你要送也是送弓箭给我吧？啊，精英怪玩暗黑的时候看到精英怪都没这么紧张，哎、欸，因为我没穿装，直接打苦痛死啊！哦哦哦，没有套装，没有没有穿装怎么可能打苦痛死啊？啊，打个大师就差不多 GG 了吧？没有穿装备，只有武器没有装备。哎呀，这有升怪砖，而且是在弓箭手的升怪砖。天啊！你飞，我先下去了，记得帮我捡尸。怎么？不是吧？记得帮我。哎、欸，我好像攻略成功了，我好像成功了。天然神怪、欸，不用不用不用，我帮你杀掉，帮你杀掉了。你飞，你要来看一下真的箱子，我觉得会有一些你喜欢的东西。喜欢吗？粉红色吗？爸爸捡给你、欸，你看那个，你看那个眼镜，对啊，好帅哦、喔！射箭球可以干嘛？而且这个是战舰的东西吧？我们好像拿到战舰哎、欸，是啊、喔，低级战舰，你飞记得呼吸啊！我好担心啊！等一下，高速建造，我告诉你这是什么？高速建造就是。我们要造那个舰队，就是舰娘出来的时候，如果你等那个时间等太长，你可以直接用高速建造材料把它就是喷一喷、哦，然后就会很快就喷出来。氪金材料？不会这游戏还要氪金吧？高速建造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我把那个东西拿走。好。啊，我把食物都给你啊，都给你拿，都给你拿。把食物给你。食物太多了，还有什么活金根？哎、欸，其实我身上已经满了。多金属砖呢、欸？我怨念哦，怨念。破虫不要好了。狩猎球，那我就狩猎球。剑可以。破虫。早不要，实剑不要，橡木树苗。我不要剑石，剑石给你。啊，我的弓枪我也不要。这弓箭意外的好用哎、欸。啊，狭窄空间射爆它。那狩猎球是干嘛的？你知道吗？知道。宝贝球吗？这感觉是 My Factory Reload 哦、啊，对，那是宝贝球，没有错。我靠，我们这发还有这种东西哦、喔。对啊，这游戏有。哎、欸，你为什么把铁桶丢了、啊？你不要铁桶。没有，那是他的啊。哦、等等啊，是可以戴在眼睛上吗？哎、欸，我丢出去了。戴一下，你戴一下，给观众看一下。等等等，哎、欸。Amazing 什么东西 ？Amazing 哦，哎哎，超配你那个帽子的啦！哦哦哦哦，六六六六六六六哦哦哦哦 ，Calm down Calm down。可是我怕它坏掉哎、欸，我先戴头就好了，我先戴头，走。眼睛会坏掉吗？它应该是装饰品吧？啊，我们来介绍一个模组，就是我有装一个、那个什么套装，叫什么自定装备外观模组。就是你们打开背包的时候啊，你人物的右下角不是有一个那个衣服图案吗？对，那应该就是嘛。对，你按下去，右边会出现四个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四个就是你可以装饰你的外观，但是它不是真的盔甲，盔甲是在左边，那右边的话只是影响到你的外观而已。有，你看我。有。有，所以就可以把你想要是当 skin 的东西放在右边那里。哎、欸，这里好像有很多怪、欸，听到这是按哪一个键、啊？上面是有个洞窟啦，你可以从有打开你人物右下角有一个什么 custom armor 的东西。哦，哎，那如果你想要裸装的话，你就可以直接点那个旁边那个按钮。就可以穿铁装，然后还有再加上把那个帽子取消掉之类的。对啊，如果你想要保留自己 skin 的话，你就可以通通就按那个按钮，然后你就空。哎、欸，那只就给你了。裸奔，我下去喽。好，我先拿回血，这回的很慢，你知道吗？我现在只有三格血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靠，不行，我不能打他。好，我先你了，不好意思。我总觉得这两个等下会反伤啊，他会反伤啊。我靠他一下掉一下，对，会反弹，因为不是他刚刚在反弹，我才，而且你也中离的太快了吧？因为我身上带有战舰啊，我不能留在这种地方。这样也是，直接卖队友，这是直接卖队友的概念。问一下是谁帮你打通那个地方的？中离啦，中离啦，没有，
我没有闲火弹卖吗？哎、欸，这边没有用哎、欸，我们走那边。上去吧，我觉得应该该上去了。